几个党政的消息带您一起来掌握。国民党这个新北市长的选战可能会诛下州上吗？好，这个州呢指的是州席委。地方人士指出，农历年前基层就不断的回报说，州席委多次主动邀请昔日的县府团队来参叙，这样的做法跟过去三年的低调形势来说大相径庭。而现在蓝营的内部出现了卡侯友谊的势力，也因此研判说这个州席委参选的可能性大幅增加。